他们回来体重现在达到虎凤的话达到70公斤多了，虎斑也快70，鹿是8点斤，两个吃猪啊这些都比较好，但是喜欢玩耍这些上树，经常也在树上，但是姐姐经常也还叫不回来，在树上树上耍比较聪明，还是我姐姐，如果你知道东西的话，你在屋里边的话把打扫卫生完，把外边把东西放好了，要喊一声的话，姐姐比较聪明，她先就出来了，弟弟在屋里边守着空，她在外边吃。